奇门飞功精讲专辑，主讲大义本无涯。各位益友，各位学员，继续我们的学习。第五部分，象意之秘，天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学习的就这个部分，天盘九星。天盘九星呢，它代表的是天道，它是依据北斗九星来定立的，来确立的。它代表着时空中九股或好或坏的强大能量源，它是能量的源头。这九星呢，涵括的是天蓬星、天瑞星、天冲星、天府星、天琴星、天心星、天柱星、天人星、天鹰星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简介为彭、瑞、冲、府、秦、心、柱、人、鹰，九个字就记住了，对不对？首先呢，这九星分阴阳，天彭星、天任星、天冲星、天府星、天秦星属阳，被称为五阳星，阳主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五颗星呢，立动立刻。天鹰星、天瑞星、天柱星、天心星，它属阴，被称为四阴星，以守以为主。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呢，它们要划分吉凶。天府星、天琴星和天心星三星为上级之星、大级之星，天冲星、天人星两星为小级，天蓬和天瑞两颗星呢为大凶之星，天柱、天鹰星呢两星为小凶之星。为什么这样划分呢？就是依据他们具体的象意而来，就是他们本身的性质。我们来看一下天蓬星，它原名呢为贪狼星，与北方一宫的坎卦相对应。这一点呢，学员们、益友们在奇门飞功原始图之中呢有体会，是不是？他们是一一对应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古圣先贤的断语：宋廷征敬遇天蓬，圣洁名为万里同，春夏用之节为吉，秋冬用之半为凶，嫁娶远行节不利，修造埋葬亦兼空，须得生门同秉矣，用之万事节昌隆。这里呢，就是介绍了天蓬星的所宜所忌。天蓬呢，它为水雷，所入之宫不宜嫁娶、营造、搬迁等事。但是我们说呢，它有，如果用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生门遇到地盘其中的丙奇、丁奇和乙奇，这时候但用无妨，而且它是大吉的。就其时间的旺衰来讲呢，春夏可用，秋冬注水之事不可用，因为它是个凶星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用的时候它也要谨慎的来使用的。应该说秋冬把这户凶的气场催大了，力量强盛了，这个时候万万不可用，我们一定要躲开。我们理解的重点呢，天蓬星是凶星，是盗窃之星，是破财之星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奇门遁甲之中呢，它代表的是大盗、抢劫犯、杀人犯、罪犯、犯罪的，同时呢，它又是贪淫好色之星。就像我们所说的《西游记》中的猪八戒、猪悟能为天蓬元帅，是不是因为贪淫好色好酒被打入凡尘？所以说呢，他们是对应的，在象意上有相同相通的成分。所以说就其性格而言呢，他属于胆大妄为，敢于冒险，喜欢暗中行事，这种性格，这种性情。同时他也代表了黑社会、黑势力。
望向格局好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须得生门同丙乙，用之万物皆昌隆。这个望向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时间上的望，而是在格局上的吉庆。因为这里已经写到格局好，格局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星门神乙的组合。这时候如果他在春夏的时候遇到生门同三奇相遇，这个时候呢他是镇守边关的大将，敢于做事的企业家商人，做投机生意的人，这个时候呢他不再是凶星，不再是破财之星，相反他是能够赚到大钱的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富贵险中求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他也适合修造家居，进行建造，买房购物，兴做土木工程都可以。它不利于经商出行，如果离凶格凶门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格局很糟糕很凶险，就会容易遭到盗贼的侵害，或者破财，或者生病伤灾等等。也就是说呢一切不好的东西，我们不想遇到东西，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呢会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。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测人的时候，他的性情呢就是胆大妄为的，机智过人。就其相貌而言呢，皮肤黑，眼睛大，测试呢为风险投资，是有风险的，与水产品、海上物品、缉毒走私、娱乐业、餐饮业、养殖业、不正当的行业、违法乱纪的，它有一定的相关。所以我们说呢，我们所用要用其宜而避其忌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未雨绸缪、趋吉避凶的目的。其实我们说九星的应用都是这个道理。望相不是单纯在时间上的旺与衰来断定的，而是说它整体的格局、星门神乙的组合来论断的，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，必须要记住。我们来看一下天瑞星，它原名呢为巨门星，与西南方的二宫坤卦相对应。我们来看一下古圣先贤的断语：天瑞受道结交宜，行方直之最不及，出行用事结宜退，修造安坟或难测，贼道惊惶忧小口，更有官事被官责，纵得奇门从此位，求其吉事皆虚伪。我们要注意了，是不是？这一点呢与天蓬星是有不同的。即使天瑞星临奇临三吉门，所求的吉事也难成，也成不了，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。天瑞呢为传教授道朋友，所以说他只适合做什么呢？授道，就像我们说去学习结交朋友，屯兵固守，立主立静而不立动。万万不可的是用兵交战，就是我们人生诸事所遇到的去积极主动的去争取的事物，嫁娶、迁移、诉讼、营造都不可以。天瑞为土星，秋冬用之吉，春夏用之凶。记住它适用的范围很狭窄，其他的都不适用，都不适宜。天瑞星呢在疾病的预测之中呢，它代表了疾病与瘟疫这方面的意象。所以说呢我们临这颗星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。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同时代表了孕妇、子宫、产妇、学生、授业弟子这一方面。当然一旦我们说为其所用的时候，就失去了吉凶的含义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定位的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望向为吉的方面，测职业为医生、医疗机构、药店、医疗器械、学生、农民、群众。好的一方面呢很好学，很爱学习，喜欢交朋友，
但是我们说星门神乙一旦组合处于不及凶险的位置，体现的是什么呢？贪婪、阴险、毒辣、无耻、不择手段。所以我们说呢，测人以天瑞星，大多数呢身患疾病，身体状态不好，精神不佳，身体素质比较差，优柔寡断，内向，郁闷。测试的时候呢，为出现了问题，质量不过关，有缺陷，有问题在存在。我们来看天冲星，它原名呢为禄存星，与东方三宫震卦相对应。我们看一下先贤们的断语：嫁娶安营产女经，出行移息有灾难，修造葬埋皆不利，万般作为皆缩寻，切缩寻。也说呢，天冲它为雷神，我们体会一下天冲打雷的性格，雷厉风行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是不是？为天地，为武士。所以说呢，他适合做的以诸君报仇雪耻，征伐交战，鸣军击鼓，摇旗呐喊。比如说呢，一切主动争取了势在必得的事物，可以利用借助天冲星的能量。他不适合做的就是嫁娶、修造、迁徙、经商，这些都不适合。所以我们要避开天冲星。本星本身呢，它有慈心造化、助人为乐之德，也就是这颗星呢很善良，它有助人为乐这种美德，它与相应的农事活动、农业范畴是相关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天冲星是刺激之星呢？因为它知进而不知退，它过于的激进，无法掌握尺度，所以就我们所说的好心就办成坏事了，是不是？在奇门之中呢，它多代表的是军人、武警、武术的爱好者、运动员，动向非常明显的这些职业、这些人物。同时它也代表了雷管、炸药、子弹等等武器。天冲星灵宫呢，它宜于选将出师、鸣金击击鼓、争取市场、开拓事业、任用贤能、招聘贤才，主动的采取行动，它适合这样的范围。测人呢，一般性子比较急，雷厉风行，好出风头，工作麻利，敢打敢冲，冲锋陷阵，有勇气，有骨气。如果说处于休囚，格局不好，则为不稳重，好冲动，鲁莽，欠考虑。这里呢没有体现出他时间的旺与衰，我们呢可以在学习中互动一下，我们来体会一下九星在时间上判断旺衰的标准和方法。与我同行即为相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天冲星在春天这个状态呢，它非常的强盛，非常的旺相，处于第二旺的范围。因为第一旺是我生之月成为旺，这个时候就是哪里呢？木生火，夏天四月五月，废于父母，求于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生天冲星的年份是哪里呢？就是亥子月，在冬天，对不对？求于财，这个时候就是木克土为财，是不是？天冲星为木，它所克月份的五行就是四季月、辰戌丑未月。死于废于鬼息，真不旺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克天冲星的月份，这个时候就是申酉月。我们来体会一下规律与方法。就是这样判断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天府星。天府星呢，它原名为文曲星，文明之星，与东南四宫巽卦是相对应的。古语断曰：
天府之星远行凉，修造埋葬府绵长，上官宜席结吉利，喜意人才百事昌。我们看一下这颗星百事昌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来看天府为草为民，以远行起造迁徙婚娶埋葬请客，特别利于升学考试发展文化教育这方面。也说呢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，我们说呢文化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说这颗星在应用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它代表的是老师教师，文化教育相关的学校，有文化之人。您这颗星呢，您这为人文雅谦恭，彬彬有礼，有素质，有风度，测试呢非常的和谐融洽。我们说求学之人，如果临职代表了他学业非常好，榜上有名，金榜题名。而一旦出于修求，也就是我们说组合到相意不好的时候，就是老学究迂腐，墙头草，没有主见，随波逐流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呢人云亦云，又或者体现呆板的一面，太教条化了，不够灵活。他判断时间旺衰的标准和天冲星是一样的，因为天冲与天府同属木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天琴星，它原名为廉贞星，与中央五宫是相对应的。天琴远行偏得利，作假行商结衬意，投结贵人聚一怀，修造埋葬都丰裕。天琴星代表的是中宫，在奇门遁甲之中它是非常尊贵的，它代表了知府所在之地，代表了天道中心核心的能量。它为屋为宫，它适合远行做生意，埋葬修造建贵，也就是说去拜访，去求人办事。所以说他临宫的时候百事皆宜，四时皆吉。他的旺衰依然要回归于五行去判断，旺相修求废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您天琴星的人呢为人非常的方正，大道宽宏，忠诚，很讲信用，很稳重，测试的时候都有贵人扶持，所以是非常的吉利。我们来看一下天心星，这是九星之中的第六颗星，它原名呢为武曲星，与西北方六宫乾卦是相对应的。我们看一下古圣先贤的断语：天心求仙何要当，商途客旅财路昌，主将迁葬结吉利，万事欣欣进高墙。我们看是不是非常吉利？乾为天为父，天心星也有相同的相意。天心呢，长于心意，这就说明了这样的人能文能武，领导才能，军事指挥、医疗疾病与其相关，故天心为高道，为名医，适合治病、服药、经商、迁徙、埋葬，这些都非常吉利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秋冬吉，春夏凶，春夏凶，因为秋冬吉是为什么呢？秋冬金水能助天心的金之力，让它旺盛的能量与气场发挥的更大，是不是？而春夏它受到了制约，所以它是不吉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它是有心无力的。所以说它多代表是领导管理人员、医生、医药、参谋与医补星象相关之人。测人呢，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有智慧，有领导才能，但是说呢他非常的有智谋，有头脑。测试所临呢，说明策划非常的周密，进退有致。一旦我们说组合出现凶险的一面呢，
就说这个人呢太工于心计了，城府太深，竟是歪心眼，总在琢磨人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天柱星，原名呢它是破军星，与西方七宫对卦相对应。天柱藏行谨守仪，不须远行即迎为，商贾百事皆不利，动作立刻见凶危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颗星只适合守，只适合隐藏，不适合一切的争取方面，是不是？因为天柱当秋消杀之气，秋之消杀万物枯黄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它具有破坏性摧毁力，所以说呢它喜杀好战，与惊恐怪异破坏毁折直接相关。这个时候呢为隐士，以隐迹固守，不宜出行谋事，一切所作所为都不急。他最适合做的就是为主来守。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你不顺其的规则而行之，你强自为之，去积极主动去为客，会造成车破马伤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车祸，对不对？士卒败亡，对自身也是有损害的，还有破财赔本意外的伤灾都会出现。奇门遁甲之中呢天柱代表的是检察官纪检人员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检法相关的，是不是？这时候他也代表律师。教师的意象呢没有天府星明显，还有演艺人员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艺界的歌星影星等等，是不是都在这个范畴之内。测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口才非常的好，能说会道，但是他也好斗争讼，口舌是非，所以说他望向围棋的一面能言善辩，顶天立地，力挽狂澜，中流砥柱，敢于向旧事物开刀挑战，就像谈判人员。但是我们说一旦组合相意不及的时候，他的性格是叛逆的，测试就会有人从容破坏出岔，有是非，不会按照我们正常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进行，意外的就有变化了，而且是向坏的一方面去发展。第八颗星为天人星，原名左辅星，与东北八宫艮卦相对应。天任吉星事节通，祭祀求官嫁娶通，斩绝妖蛇移席事，商贾躁动喜重重，造葬喜重重。这颗星呢四时皆宜，百事皆吉，求官了嫁娶了迁徙了一切为主为客的他都非常的吉利，当然他更倾向于积极主动这一方面，因为我们说已经有吉庆的这股能量源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要借势而行，借力而为。天瑞星呢他临宫，他多代表是农民开矿之人，种植业，也是说与劳动的人民是相关的，还有任劳任怨的人，辛勤劳动的人，他多与矿产、田地、种植、房产、土地这系列的行业与人物相关相对应。经商求财呢可以说比较吉祥，但是说呢见天人星一般收获不大，因为临天人星的呢它代表的是保守性，温和忍让慈善，他的性格之中是稳中求进，不会及时的抓住时机，不会投机取巧，所以说很难挣到大钱，也就是说呢稳挣不大。我们来看第九颗星天鹰星，也是说九星之中最后一颗星，它原名右弼星，与南方九宫离卦相对应。
天鹰之星局离宫之位，烈火炎炎，性燥易爆，就像我们所说的火爆脾气，是不是？虽如日中天呢，大放光明，但是它和血光、火光之灾是相关的。嫁娶必凶，涉及嫁娶的时候，一定要躲开这颗星。远行宜袭不宜逢，上官伤甲，凶败死，造作求财一场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呢，天鹰为炉火，为残患，它只适合策划，然后呢献策，拜访领导，求朋交友，不宜求财、考官、嫁娶、出行、修造等长久之事。因为我们说什么呢，火的性质本身就是发扬振作，不久长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奇门遁甲之中呢，它代表的是爆炸的、易燃的、与电相关的、与火相关的事物与饰品与物品。测人呢，为急的时候旺相有名望，但是一衰弱，脾气过于急躁，火爆脾气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测试它多与火光、血光这些相关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讲解到这里呢，天盘九星本身的象意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了解。当然课程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学习的内容的追求是无限的，我们一定要用心去体会，将它熟记于心，才能更好的应用。好，本节课程讲解到这里马上结束，下节课程呢我们学习人盘九门的象意。好，各位友，各位学员，下节课程我们不见不散。